大家好，我是嘉青。嗨，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那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是因为，很多年前，我妈妈她就跟我介绍了这一首，她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歌词很有意义。然后刚好最近《八仙城报》听到这首歌，就觉得应该要来唱一下，想说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有一个隐形的翅膀。对，就是努力的活着，活着就有希望。对，所以希望带来这首歌提醒大家，活着就有希望。那我就开始咯。想。